20日，网传歌手许嵩与刘美玲入住同一酒店，引发恋情猜测。 21日，许嵩本人在个人 APP 上发文回应此事，封被一把抓住，我们是师徒好友，并调侃称主要是担心影响徒弟接下来找对象的计划，才特此说明。还有媒体就恋情传闻求证许嵩工作人员，对方也明确否认称是瞎写的。